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非常恶劣，甚至将旧金山的天空染成了奇异的橙色。卫星图像显示高速气流将烟雾带到东海岸。在俄勒冈州的某些地区，空气质量变得很差，危害健康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有毒的烟雾还向北飘到去加拿大，加拿大温哥华连续八日发出空气质量的警告，是不是很恐怖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使徒彼得宣告说，在主的日子未来到之前，天上必有征兆，在地上必有血、火、烟气，还有太阳要变得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你认为这些征兆和加州野火的现象类似吗？让我们思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十九节至到二十节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、有火、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请你向神提问，亲爱的神，在你的仔再次降临之前，你能帮助我做好准备吗？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，祈祷你能够为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做好准备。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，请同一位不信的朋友分享你对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新见解。